我是。After the prince's nightmare ended, the heroes found themselves back in the snow-covered mountains. It seemed unlikely that the prince and his strange shadow twin could have gone far. 哇，那是螺旋螺旋力。The heroes decided to venture into the depths of the nearby forgotten cavernous tombs. Tomb coming soon.哎，又回到这里来了。我醒了。嗯，恐怖。Dark and spooky down there. We're not jumping in shadows now, are we? 这里一定超冷。You can't harm me, heroes, for I am no nightmare. I am part of Prince Celes. I am the shadow of his soul. 哦，这是什么 ？Whatever you do to me will affect him also.Put away your swords and arrows and boxes, unless you want this boy to die. So this is shadow magic. No, that's in here. What an interesting yet im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t. 用板子啊！哎，你想那边乱丢？啥？有钩？为什么上不去？要把它关掉。可是。你动不了，你动那个。哇！干干干干干干！为什么叫你上去？哎，这要怎么过？为什么不？哦对，哦你赶快跳上来。你再给我。你先过去，你先到最右边。小吴用暴力，这是激素好不好？把他拉出来，哦、有一个拉出来，拉不出来、啊，右边啊！我其实我就可以拉，把他动起来。哦，正上方有恶魔、欸，因为这是恶魔的坟墓，打怪喽。这里有东西吧？这里有东西啊！上面没有。上面有个球。哎，暴力解法，干嘛？为什么这个球拉着欢迎，拉着？哎哎！太暴力了！上面没有东西吗？暴力美学！啊，不要踩啊！你踩了我就控制不了它。上面有东西，紫紫的，水晶，水晶。不是啊，不用动啊。不是，可是，哦。喂，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弄长一点，弄长一点。好，撞。好，暴力。上面，上面还可以，还可以上。这怎么过去、啊？干，就你们都可以飘，妈的！还是又有信来了。又是学院，又是维和米娜。为什么他都知道我们在干嘛？因为他是大魔王。没有猜。说不定就是。这有一个职业。要用板吧。板子碰到那个也是会。要两个，这个要怎么过啊？我觉得我的磁铁比较强。你先弄一个横的，然后再把球弄过去。
下面还有一个。好，下面还有一个。在这边再弄一个啊！虽然只有一个幻影，都可以有实力。哎，可是我架在中间啦。干，这个是。你作弊跟作弊。把他冻住，把他冻住。看你的盾好烦。哎呦，看你的盾好烦。火焰剑。不是啊，他直接射火焰剑到这里来。不是，我要过去啊。你加平板给他。但又要作弊了，又要作弊了。这里应该是我把那个下面的解冻了。Up there, goats and orphans and poor peasants out there. You'd rather be helping. Leave the prince to me. 哇，后面是什么？好壮观。And I'll let you go unharmed. Shall we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Celius is poor, without parents, and he's about as obstinate as a goat. So I don't know if there's that much difference.啊，放风筝，仙女，放风筝，它能拉那么高吗？往上推，往右边低一点，被往右边，它被那个，它被那个卡住了。你往右边移一下，好，往上，往上，再往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OK 了，可以了，拜拜。哎哎，这边还有东西没解啦。好啦。哦，还有什么？你牵一颗球上来，哦，你直接用仙女就好了，就一罐呢、喔。这样子，人没上去啊。是啊，你不要拉仙女绳，你用一般的绳，一般的绳拉下面够吗？在干嘛？哎、欸，为什么直接顶到上面了？没重量。哇，这拉怎么过啊？这难道又是作弊仙女绳？会死，会死，会死！等一下，你等下一轮，下一轮。那绿绿的会，等一下，你仙女神到底是牵在哪里？为什么会穿？现在刚刚那个那个板上，穿过八八。过来过来过来！哎，不行啊，这边有东西啊。暴力吗？暴。干，你们真的是哦。哎呦呦呦呦！碰到绿色了。等一下，等一下。再爆一个！我有 CD， 等等我 CD 好就好了。哦哦，好大一个，大哥！好，上面还有。到了。结果。有够暴力。哎啊！啊哦。毒棒有吗？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冻住啊？习惯性。上面呢、啊？上不去。就要先移动它吧，你先想办法移动它。欸，上面有一个箱子，移动上面那个箱子。哦，原来要先踩在。哦，我们要先下去，先下去那个沟渠那边。我在这边。好，帮我运送去。
哇，我的手夹到了。我用尸体吃到了。哎，为什么直接带路？我要怎么过？我被封在这里了，我被封印在这里。啊？接下来应该可以从从这边控。你可以闪现过来的样子。闪现哦。你可以从这个闪现过来。你过来，不行，闪不过去。等一下，你先动去。你动作这个对我来说有意义吗？没有，没有。你自己算好时间吧。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动作右那个右边那个，动住他。不是啊，你就算好时间下来就好了。哦、下面放什么东西？一定有啊。有右边有吧？荡到右边去。把它转过来啊！怎么转过来？我知道了。哈哈哈哈哈！你们要用暴力，你们真的是很暴力。B 字型 ，B 字型啊，不用直的横的就好了。哇，好方便呐、啊！妈的，解谜的乐趣呢？这就是解谜啊！下面这是什么弹簧吗？所以是球下去。强了啦，这有够强的，好不好？你们真的是哦，长进一点好不好？好，不要乱，不要滥用这个，这个太强了啦。等一下，还解不掉。有吃的。你要这怎么取消掉？为什么有时候可以取消？有幻影盾，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为什么？因为我是 pass。急不急哦？不要跳啦，一跳我就很难控制那个方块。看好时机再跳，好吧？好时机，打！怎么会是好时机？而且你还没闪现。If you want no harm to come to Celius, why did you spirit him away? Down here in the dark, you turn into a shadow, and I will become the princess there. 哦，上来了，你还不是在作弊？ Magic powers, I will be the true nightmare prince. 哎，不用了，我把它压起来不就好了？哦！我要撞。装那个，要怎么勾？这有地方可以勾，好像没有。不是，现在上去架一个磁铁盾。干，你们不要再乱来了。啊，不用磁铁盾，不用磁铁盾。地上，放一个平板在地上，平板。然后，我用仙女连球。这样吗？哎、连错边，连错边，连错。哎！怎么直接这样撞？我有错位。不行，这个地方真撞。撞不动啊！仙女神拉住就撞不动、啊。用两颗球。普通的、哎。然后另一个用普通神抓这个，不是啦，用普通的神啦、啊。
普通神就好了啦。你人牵着，你人用仙女神牵球，然后不是 对，然后普通神拉另一个球。哎、欸，为什么那个球会这样粘上去？不是，不要用仙女神，阿玛提斯空上面那颗，然后撞了，从左边撞过去，从我这边撞。防护罩。啊！我死了！我被他抓两下就死了。然后复活，复活。啊！我死了。反正他又要冲了。上面有磁铁。磁铁跟我的幻影盾呢，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感觉你的幻影盾随心所欲的范围。这样子只有卓雅过得去哦。他过去，然后拉掉什么？我怕他过不去。等一下啊。跑到右最右边，然后就换一个。等一下，我想一下。哎第一个步骤应该是对的啦，但是接下来绳子要怎么牵呢、啊？你要我们跳这个、喔？也是可以啊，把它绑在上面。拉绳中，拉中间，可以吗？可以手定在中间吗？对，然后再拉那个，好了，这样好像可以，是不是？断了。我先把它放好，然后你把绳子拉在中间，然后固定在左边。哦，另一端固定在左边。好，你先让开一下，我把它拉下来。好危险啊！超危险的，而且这样怎么下去？要怎么上去？你先试吧。喂！哎、欸！对啊！哦，还可以这样，但是他下不来，他只能往上拉而已。所以我要先跳下去，然后你再把他拉下来。过来啊！这比暴力解法更无耻，好不好？嘿呀！骑士飞过去。哦，原来是我要飞过去。我飞过来就有东西了。没有，你们一定要先过来才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用这个盾牌载你们过来。
哦，对啊。好，准备，准备，三、二、一。太啊！太快了，直接统治出来了。到底谁在暴力解法？这个好像一定要磁铁盾吧？这个哦，用绳子拉着也可以。哦、oh, ，OK OK OK。哦，马上你要冰冻住，冰冻住上面那个石板。OK， 然后射火焰烧它。是。这些人都不讲话。大概关麦了，冰冻住那个吧，冰冻住那个。哎，这下面这个轮子可以拉出来。左下滚轮子，然后你用绳子把它拉出来。你人本人拉绳子不行吗？看起来还蛮滑稽的。哎。可是我会自己走欸，为什么你不会啊？因为现在控制权在你身上。哦，是啊，好。哎、欸，里面有没有东西啊？啊，看，如你所愿的，里面没有东西。哎、欸，阿正，我们过去啊，我怎么在这边啊？哎、欸，我不能控制他。哎呦，我也不能控制啊。你踩球过来。等一下，看左边有没有东西。啊，干有欸。哇！来，一人一颗。啊，不行，这个要你。哇，好深！会不会切断的？上面有磁铁啊。绳子，拉绳子啊！绳子，嗯，你弄一个，右边有一个钩环，对啊，不是，那个会把它弄断啊。哦，你要先把它冰冻起来嘛，绳子拉长一点是。但是拉长一点嘛。看，这个很恐怖哎。不会啦，你都死那么多次，有差这一次吗？再长一点嘛！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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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哎，为什么？我这边再拉一个，切过一下，切过一下，切过一下。哎呀！一直切过一下啦！一直切过一下。好，摆这边。不是这边啦，要拉到对面去。你再拉一条，对对对。它好像距离不够，是不是？距离太长了。那我再往右边一点。这样可以了吧？轻的感觉。我把所有荡起来就好了。哎哎，哎，He's in here. Just a moment. 仙女棒，对，好，就是仙女棒，这样就可以。哇，福奥，那个避难所的门。避难所。
啊，王者在里面。谁在里面？竟然是王。My thanks. Do you know the way out? No disrespect, Mr. Prince. But it's time you took a stand. Do you know how to fight? What? Fight my own shadow? How? What about the potion of light? Shadows usually aren't too keen on that. Would drinking that make him stronger too? Well, it's a gambit, but it's that or politely asking your shadow to go away. Lindoki. I'm pretty sure this is a terrible idea. We usually work our way up from terrible ideas. 我们要操控王子了吗？Ah, so we are to engage toe to toe. The heroes are right. I have to stop running from you. 好弱的一招啊！他是甘道夫啊！ You've learned to dream of light, but you do know the brighter the light, the deeper the shadows. And we all know from the natural order of things, either there is light and darkness, or just darkness.Either way, the shadows win. Oh! Oh! 后面三个人都在看戏耶。感觉他们没有很在意。哇！哇！狼人不是啊，哇，好强的样子。这个应该是最后一关了吧？应该了啦，最后魔王了。梦魇吗？把我们丢下去了！啊，变成夺旋地了！啊，还有夺旋地上那个大漩涡。The heroes now needed to encourage Celius to fight his own shadow, which he had himself summoned using his father's spellbooks. And here was the problem: what could the three heroes do for Celius if only the prince himself could defeat this villain?And what sort of nightmares did the shadow have in store? 这该不会是一个 boss rush 吧？可能。哇，不是啊。Piercing shadow, that's a dangerous spell. 哦，等一下。It's half shadow and half ice. Half shadow, half ice. 是要用火吗？砍他是有伤害。我求打哦，没伤害。哦，哦哟，好痛！天哪，好痛！吐血！啊！阿玛迪斯，快点吐血！吐血啊！怎么吐血啊？啊，我死了！被秒杀了，好强！这个跟之前的 boss 也差太多了。挡不住，怕我死去了。从玩那个盾刀玩电影变成，如果我用盾牌挡他的那个，不知道怎么。从玩那个刃刀玩电影变成玩那个什么的。高玩。哎呦！在说什么高玩？哦啊！我的盾牌也挡不住。可以啊，看你刚刚有反射。没有没有，可是我越挡，我的盾牌就毁了。I'm so sorry it had to come to this. 哦，又被继续必杀。这个好痛啊！对，他的反应很大，好玩了。死！干！这怎么打啦？这要躲啦！你多打几次就会。看他画出紫色的线。就要开始躲
来，快点，挡他的那个。挡了，那挡他都会破掉了。可是你挡他，他会反射回去他身上啊。还好，消息现在很成功。注意他这招就好了。啊！注意他这招就好了。 很难呢，我的动作，我觉得动作很慢。哎呦！阿玛迪苏，哎呦！哎！你还敢讲我？没死啊！又来了！死光！哎呀！那球打他都没有用。你不要再打他了，你这没伤害人。 没伤害人，来了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妈！绝灭，好强！我血量也变七十八了，都跟我这边撞了。你要看他的射线，难道是他的轨迹啊？射线上，梦之盾，我用梦之盾挡，我就死了。 帮不了你。被他卡住了啦！ 对，小心冲击的，往上跳。哦，那个瞬移可以闪过。啊！<笑>突然在玩茶杯头是怎样啊？这太难了啦！这为什么会突然变那么难？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我发现我瞬移可以躲过他那个。 你他妈，你有瞬移，我没有啊！但可以有瞬移，但是你的角色没办法。哎呦，二段，换状态，一样啊！用冰剑打他，干，我死了！专心闪，对，跳跳跳！哇，太早了！哎哎哎！ 这也太衰了吧！哦，血，我被卡在左边，卡住，好强哦！黑魂一样，越死越强，连血条都很黑魂。哎，我死掉了，好强！你不是说越死越强吗？干，你是想要变强吗？那你自己往上拉就可以躲住他。 又来又来又来！哎，有的时候，应该有解法吧？有啊，就这样解啊。你不然你随时勾在上面嘛，然后你就是。对啊，你就一直勾着嘛。 死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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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上面了，就下来啊。Sorry， 差点被你球害死。哇！
他时光骑士要赶快去攻击他，不然他时光会一直持续。哦，去 ！Oh my god！ 哎呀，干！好厉害！这个啊！来了，来来来了，看他射线！哎呀呀呀呀！哎呀呀！哎呀呀呀！哎呀呀呀！阿甘！啊！哦 ！Shoot！ 啊！第二阶段了，第二阶段。啊！二，妈的，都给阿玛迪斯玩就好了。已经绕回来了、啊。不行啊，我的闪现是比较短的。哎，还是有点累的哈。时光，动动动动动动。我回来，我回来。啊！我死了！不要动，跟他一起！哎、欸，怎么会这样？我死了！哇、哦！竟然最后一箭是之内射的！看这个，这突然变成另外一个游戏是怎样？这个设定是，这突然变黑魂，我觉得很好玩。That, 能不能多来一点？对啊，我也这么觉得。I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是说王子的衣服是怎么破的？我们打破的，阿姨靠腰。Your light cannot harm me.The light isn't for you. It's for me. Ah, 还可以这样啊！控制自己的影子，控制自己的影子。You'll have to guard me day and night. I'll poison your thoughts. Nothing worse than what you've already put me through. 结束了，我们堆尸堆过来的。Well.Thank you for returning me to my imprisoned stay at the Astral Academy. Oh, I'm sure they'll be much more lenient with how much you've learned during this journey. Yes, maybe they'll only lock me up at night. Sounds like progress to me. I wish I could reward you all somehow, but I don't have anything. Don't worry about it. Good luck.What an adventure.It was nice to be of help to someone. Not just, you know, skeleton deconstruction. I see what you mean. And I agree. Lifting someone up instead of putting down goblins. Oh, that reminds me. I have a pie eating contest to get to. Sounds like we're ready to head our own ways again. Who knows what kind of trouble will find us next? Maybe an army of enraged, enchanted hogs. No, I think there's already got taken care of.Until we meet again. 全破啦！不错，这游戏不错。干，除了最后一关以外，没那么糟吧？你打不赢你就说不好，真是。而且最后一集还是你偷走的。哥鲁林有了，哥鲁林出现了。你这个就抢人家的 kill。哎、欸，那个王子用画出来的比较帅、欸。这是三骑士吗？哎、欸，这个鹅我们有遇过吗？
千代之类的。这个家伙的噩梦最讨厌。他的噩梦是什么？就是那个滚滚在那个滚滚的那个敌人。没有吧？他是我们中间遇到一个比试。不是他的噩梦，不就是创造出来的？不就是那个我们敌人吗？是、哦，我以为是蜘蛛那些，对不对？蜘蛛是我王子，还是熊的？忘记了。熊的是熊的好像是我也忘了。这美术图画的还真不错。那整个游戏的美术都很高端的、啊。高美。